后卫单挡，霍普斯吊篮下又失误了，下场两次进攻全部失误。是霍普斯啊，跟新队友们的默契显然还得找一找。球切入的曾拿到了两分，突分底线，好球！这是杜文旺喜欢。奥尔登堡这边主要的一个轴就是这个马巴西奇。看看能不能打出转换，自己来。王新凯，好球！远投三分开帽。其实对于王新凯来说，是去再回来。而且马上是一名非常聪明的球员，他在投篮投不进之后，会主动的选择去攻击篮筐。看看沃姆斯，嗯，好球也来了。这个球啊，马哈波西奇策应的有点，他已经非常小了。禁区里刚才有三个人，然后另外两个广东球员也在禁区边上。这个缝还要愣传的话，确实很容易失误。没错。但其实对于两分了，杜兰特三分球，还一个球，漂亮，是实力非常不错的对手。嗯，当然，不然也不能叫中欧冠军杯。没错，这也是第一个冠军杯的杯赛。哦，温斯，要说身体素质呢，还是徐杰这眼神和意识也是不错的。广东队打得很耐心。嗯，威姆斯毕竟是参加过 NBA 扩大赛的人，61个。这也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再回来。来，球迷们，门户将气球投进。到位双掩护之后，这球，哎呦啊！威姆斯，这是没什么篮的球员，是转换。两个外援之间的配合，好球。这俩外援里啊，这个马上啊，其实弹跳远起来的时候啊，节奏对抗扎实，还是挺有劲儿的。吴明轩在的这个位置没有威胁，对，太靠后了。对，火。你看这段就是广东队。马达再转移，他把自己还要传，这球还不如上了呢。对。一个大打小的机会都没打，对，结果呢又是来了。吴明轩还是给到威姆斯，四秒强投，好球，这就是刚。